人身体的器官的英文字跟例句啊，念一下。Mother holds the baby on her lap. The mare produces new blood cells. Cell whiteners can contribute to production of melanin in the skin. Her menstruation ceased. Maggie wore the shirt that showed her midriff. Molars used for grinding food. Sometimes the moles are a sign of skin cancer. Mucus was streaming from his nostrils. He had strong leg muscles. She painted her nails green. 这些有些简单，有些难一点，但是都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嘛。这妈妈，hold 就是抱着啊，或持有啊。拥着啊，抱着啊，抱着他的婴儿啊，在他的这个是上面啊，在 lap 是哪里？就是说我们的大腿啊，他特别是指人坐下来的时候，那个从腰啊到膝盖那一段啊，当然有啊上大腿粗一点啊，接近膝盖里面细一点，反正就整个大腿啊。当然一般是比较，如果精确来讲是比较指前面一点啊，靠近膝盖那边啊。当然你说整个大腿也可以啊，就是我们讲大腿啊。所以它两个啊，一个是指比较指坐下来的时候的大腿啊，另外一个精确来讲是指比较前大腿啊，靠近膝盖那边啊。那有的时候外国人他也会用 in。on 是绝对没问题的，大腿上面啊，用 in 也可以，就大腿那个区域啊。所以有时候你从平面看，它当然在大腿上面啊，可是你从上方看啊，在大腿的那个区域啊里面啊。The mare 这是人体的什么东西呢 ？Produce 可以生产啊，生产新的血球那什么东西可以生产啊？血这边讲的细胞了啊 ，cells 细胞啊，可以生产血液的细胞呢？这 mare 什么东西呢？叫骨髓啊。我们说有时候骨髓也可以移植啊，所以你骨髓啊，如果机能不正常，没办法生产那个血液的话，就很麻烦了啊。人没血液的话，人就、活不久了啊。mare 叫骨髓。这 whiteness,white 是形容词嘛，白色的啊。whiten 是动词啊，所以后面加 en, 或前面加 en 的动词啊，前面加 en 啊绝对是动词。后面如果加不管它形容词什么词啊，后面加 en, 两种情况，一个就动词啊，另外就是动词的原型啊，另外可以是动词的这个过去分词啊，所以有时候不一样。又加一个 er, 啊就是一啊，就是人比较多啊，什么样的人啊，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这边是东西。那搞了半天呢 ，whitener 什么东西，就漂白剂啊，不是漂白水啊，漂白水漂白衣服啊，我们这个叫洁白剂好了，就是洁白剂啊，有时候啊，有些牙膏放洁白剂，让你牙齿尽量白一点啊，那有些啊，洁白剂可以让你皮肤啊白一点啊，就有些洁白剂可以控制。啊，什么生产的控制 melanin 啊，这个字难一点啊，我们叫黑色素啊，像人的有黑色地方就黑色素比较多啊，头发就黑色素多啊，皮肤啊，当然非洲黑人呐、黑色素最多，最黑的啊，白人黑色素少，那个北欧那边那几乎黑色素很少，亚洲人的中间啊叫黑色素。黑色素越多的地方啊，不管是皮肤、头发或哪里啊，它就比较颜色偏黑啊。在这个有些这个洁白剂啊，可以控制啊，让这个黑色素啊比较少一点啊，这皮肤就可以让皮肤稍微白一点啊。Menstruation 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很正式的字啊。一般我们讲女人的月经啊，比如说比较英文不好就 monthly come。啊，再好一点 period 啊 ，period 是一个英文的句子啊，像这一个点啊，中文是一个圆圈啊，英文是一个点叫 period 啊，
也是终止的意思，越据点嘛，就终止了，没有了嘛啊。那正式名称 menstruation 就月经啊，它两个意思啊，一个是月经啊这个现象，另外一个是时间，月经的时间啊，看上下文。Maggie 啊，马姬呢啊 ，wear 它的原形动词是 wear，W-E-A-R， 穿或者戴啊。身上穿什么衣服，头上戴什么帽子，或手上戴什么手套啊，穿或戴啊。啊，他穿了一件衬衫。啊，这衬衫呢，他露出来啊，袖本来是显示啊，我们这边不要讲显示，露出来他 midriff。midriff 这个字一般华人也不知道啊，外国人啊，母语他们可能知道 ,mid 就中间嘛 ,rib 搞不清楚啊，什么东西啊 ,midriff 就是人的身体的中间呢、啊、什么叫中间呢，就是腰部以上在他胸部以下啊，所以很多女孩子啊比如说比基尼两件事啊就露出那个啊那一段啊，就人的啊身体的啊就是那一段啊，就是胸部以下啊，我们叫肚子啊，肚子那一带啊露出那一带啊，很多女孩子穿那个衬衫啊或穿尤其比基尼啊，就是肚子那一边会露出来 midriff 就那一段啊。Mullish 这什么东西啊 ？Used for grinding， grinding 就是磨，以前磨面粉啊，把小麦啊磨成面粉啊 ，grinding 啊 ，grind 啊，那你也可以从牙齿啊去像磨一样咬合嘛，牙齿有32颗嘛，有的门牙是把切碎嘛啊，然后后面这个臼齿啊要把这个整个。啊，这些主角、啊、把它磨碎啊，是 molars， 就是臼齿啊。但臼齿有分大臼齿啊，最后面的、啊，最后面的稍微往中间靠一点有小臼齿啊，反正就磨碎。所以我们中文讲牙齿啊，就是牙不太会蛀啊，就是要比较厚的啊，大臼齿、小臼齿这臼齿才会啊比较厚的啊，就是齿啊。牙就门牙啊，前面单片的啊，它不是厚厚的，然后厚厚的这个有时候有这个钻洞啊，要填一些填料啊，这修补牙齿啊，那个叫齿啊，是牙齿，所以中文叫叠字啊，像衣啊，上衣下裳，像古代中国人穿裙子，男人穿裙子，上身的衣服叫衣服衣啊，下面的裙叫裳啊，所以中文这种字很多啊，这就臼齿啊，比较厚的那个牙齿。比较靠那个左右两边比较靠那个外侧靠外侧啊。Sometimes mole 啊，这 mole 是什么意思啊 ？mole 它有好几个意思啊。那这边人体器官，因为它可以臭鼬啊，就是一种那个小动物啊，像松鼠比松鼠大，那个臭啊。那这边不是那个意思，叫痣啊，黑色的，一般是讲黑色的痣啊，长了一颗痣。啊，通常脸上有一颗痣啊，大家看清楚，有的人是看不到啊，在身体上面被衣服盖住，这比较是指黑色的痣啊，黑痣啊，有些黑色的痣呢啊，皮肤表面有黑色的痣呢，它是一种啊表象啊，可能是一种啊皮肤炎啊 ，mucus 就粘液啊。Streaming 啊 ，streaming 就流出来，像小河也可以用啊，溪水可以用 stream 啊，流水用 stream 啊，这个你说鼻涕眼泪流出来可以用 stream， 还有现在网络上串流，什么叫串流？就线上看啊，不能下载的也用 stream， 可以说很流线型也跟 stream 啊，所以这个字用的很广啊。这个粘液啊，从它的 nostril 就鼻孔啊，鼻孔。那为什么 nostril 这边不标出来黄色？你看它还在 N 啊，还在后面啊，所以我这边按照字母啊，它的鼻孔流出粘液啊，可能感冒啦。像我的话虽然没有感冒，可是有时候啊，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吃面的时候，吃饭倒不会，吃面的时候奇怪啊，像就是会流鼻水啊，要洗那个，也不是鼻涕啊，就会有粘液啊，这自然发生的也没什么问题啊，这粘液啊。包括从嘴巴啊，包括从鼻孔，甚至有的耳朵也会流一点出来啊。那眼睛的粘液就不叫 mucus， 就叫 tear， 就叫眼泪啊。那他的腿部啊，有一个很强的，他腿部肌肉很强啊，可能田径选手、运动员了啊。咱们前面讲过 leg 跟 foot 差在哪？整个脚是 leg 比较大啊，整个脚。
那 Fed 这一点点啊，就是脚掌那一带啊，就是跟地啊接触的一部分，所以 leg 比较大啊 ，Fed 比较小 ，Fed 当时 leg 的其中一部分啊。去 paint the nail screen 啊，他把他指甲啊，那你可以说啊 fingernail 啊或 toenail 这边那个，但是你不讲的话，就是包括手指甲、脚指甲，所以这样看起来不知道是手指甲、脚指甲都有可能，但一般就是。脚趾甲啊，比较有时候穿鞋子看不到啊，一般就讲手指甲比较多。他把指甲或者手指甲啊，把它涂成绿色啊，这就讲这里。